good. Mr. Good Good. Mr. Good Good. Good. 强而有力啊！看到我们这种 Mr. Good 就知道有艺人要遭殃，就要闻风丧胆。对对，看到我们都闻风丧胆，而且呢，我们跟你讲，看得出。讲快点，快点，到。我们今天的计划是？今天的计划，今天我们要叫整这个人，其实不是整人。我们邀请的这位来宾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身体魔鬼到不行啊，最近他拍了一个广告，身材也那么好，好美哦。我想说这是谁？我看了半天，天哪 ，Oh my God！拍谁？告诉我什么事情？啊，开玩笑！我跟你讲，有好康的报给你知啦。哦呵，来，我帮你吧。红包啦！红包里面哇塞，十万块！我跟你讲，不信，没那么简单得到这十万块。要你看出他的魔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知道他怎么变的话，这十万块就是你的。如果被你抓到破绽，你就可以拿。就刚刚 OK 啊，那个 OK 啊，我们在金钟奖的时候有。真钞，而且都没有连号的。但你有数吗？你有数过吗？有数过。有了，真的有了。你看，你有十万的，对不对？对对对。因为这么容易吗？来，收起来。我收。收好。来，把这推上来。好的，接下来我要表演的东西，你平常一定喝过。我看一下，咖啡。咖啡，你知道怎么拼吗？咖啡 ，How to spell 咖啡？你要西班牙的咖啡，没有英文的咖啡 ，C O F F E E， 错，应该是 C O F F E E B， 因为咖啡。你要不要我十万块吗？哈哈哈哈哈！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辛苦，你们可以跟我搭档比较好。正常多了，对，继续我们的魔术好不好？咖啡，这里是咖啡，但是我想先请你喝喝看。好，我先盖起来。好，我知道了。关起来。十万块可以给我了。Coffee， 我先倒出来。你先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咖啡，好吗？好。好，先喝一口看看。OK。完蛋了。好，是真的咖啡。是咖啡吧？接下来我要让物质转换，千万不要眨眼睛。哦。好。咖啡在我手上，试试看。完成。稍微打开一点，这样。不要眨眼睛哦。其实我还没看过。三。2 1 Go！ 哎呦，你发现瞬间啊，咖啡怎么变成？对，哎呦，六成七，完全可以试试看，检查一下。是真的柳橙汁，哎，柳橙汁，哎，真的柳橙汁，对呀，咖啡跟柳橙汁杯子，他把它喝完，口很渴哦，有一个，可以检查，居然被抓进来了，有没有看出任何的问题？看出来的话，十万块就是你的。OK， 我觉得有两个有可能的地方。好，请说。你马上就把盖子锁起来。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转折就是在那个，哎，他会讲转折哦。哦，有进步哦。转折在那个盖子，杯盖上。我觉得，因为他很快把它收掉了，是不是？对。第二个呢？第二有可能是盖子里面可能是有转折。我不知道第二在哪。一个嘛，还有两个转折，就一个，就是杯盖有问题，对不对？就是。被改完了，我们的十万块可能不保了。这是吗？我觉得不是，是正确解答。那本人，你看陈先生，请公布。对啊，公布答案，这要公布答案。不用了，不用公布答案。好，其实呢，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是柳橙汁，这个是咖啡，没错吧？所以呢，我要让整杯液体产生交换，势必有些机关，但这机关就存在于这个里面。那因为究竟什么详细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 key point， 所以我没有办法公布。哎呀，但是它是错的，对，转折不是在杯盖。那是我还有机会吗？好，来，第二个，好，你可以打折8万。打折五万啊！八万哎，打九折好了，你规定8万，越打越被你们发现了，是不是？你在咬的时候有 magic 发生？有 magic 没？哎，对，这基本上是废话。你在讲什么？就在咬的时候啊。他本来就要咬啊。对啊，在咬的过程的时候就变成柳橙汁啊。就是重点在这里，为什么？不对，为什么？我们也知道摇啊，答对了没有？不对，
啊哦，瞧了老半天的 Jenny 还是没有解出陈日升带来的咖啡店果汁魔术答案到底怎么变的，那我们就先暂时保密咯。好，十万块钱收起来，十万收起来，非常可惜。接下来你还有一个机会，来换了第二个魔术啦。我跟你讲，我接下来 Google 要变的魔术呢，比他这更厉害。也是十万吗 ？Mr. Google， Miss You Good， I'm Good Good， OK。我想说他姑姑要来了，姑姑要来了。我跟你讲，妈要来了。清水变鸡汤，你觉得不可能吧？听过没有？你有没有听过清水 ？Water 变成 chicken soup， 先小肉伸手。Water became to chicken soup。Chicken soup。Before this magic， I will first magic to show you。我有另外一个简单的魔术让你看一下。OK， 来，它也会变，它也会变。OK， no problem， nothing in my hand。Look out！ 哦，$10 here。哎呦，这个就是你的 magic。这咋扣掉吧？哦，掉啊。我变20块。哦，好。你咋扣哦？嗯。嘿，你咋扣？你咋扣？这么厉害，来，来你包提，我靠，三十块，来，哎，30块，你搞了，哇，厉害啊，40块，还有40块，10块变40块啊，40块，啊，杀，气呀，40块。好，拿十块，三二一，拿十块。七十块，哎，我越来越刷了。对，要变，八十块，起码厉害哦。够了，90块，拜拜。90块，快点吧，90块。你搞到我了！我好没有感觉。哦，那尬了。没有感觉，尬腿啊！尬咋抠了？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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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抠了？哎，几百块嘞？啊，几百块？几百块了？来，快快买啊！哈。哦，不，几百块，几千块呢？下一次。好，不错，很好笑，干单了，好笑。接下来厉害了，漂亮。接下来你看到任何的破绽的话，一样10万块给你。好，来，这就是你平常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饮料？果汁。在还有除了果汁之外呢？台湾人啊，如果讲到外国人，讲到台湾人的东西，对，台中最有名的蒸什么、猪什么奶、什么茶的。你讲完了吧？是啊，我本来在讲当归的。当归的，嗯，是啊。今晚我跟你讲，红茶，我看好。红茶，我要把它变成珍珠奶茶。来，漂亮。我好怕它哦。有没有可能？是会加奶跟加珍珠啊？哦，你看一下哦。没那么容易。好。奶要进来喽，奶要进来喽。三。2 1奶进来，珍珠要你来，3 2 1，珍珠奶茶 magic， 红茶变珍珠，金马，相信你要喝看看，我根本不，接下来最厉害的，就是我要把这杯奶茶变不见，好，就是变不见，对，来啊，立马喝完，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Jenny 没有带怕，因为他封台湾了。我跟你讲，他上山下海，没有不敢吃的，没有不敢玩的。你是说真假的？当然是真的。他喝啊？我跟你讲，他没有不敢的啊。你的魔术的 ending 就是他喝掉，对不对？他喝掉。我喝掉会有10万块吗？会。对，10万。真的吗？他讲的。你说什么？砸板扣。你敢跟我没有？潇洒我，潇洒我！他敢，我跟你讲，他真的敢，我跟你讲，傻傻的，敢吗？真的，60万你也要喝吗？真的吗？对，真的还是假的？10万呢？没有10万。没有十万，没有十万 ，OK， 没关系，我有你的节目。哇塞，哇，他要喝你就让他喝，他有节目效果啊，对啊，来。
哎呀，你以为 Jenny 真的会喝吗？ No No No， 其实 Jenny 做事要喝之际，就是等着助理进来阻止，然后再偷偷与制作人调包成新鲜无污染的珍珠奶茶。这个事先与制作单位串通好的计中计，就是要来反整疯魔组的四位成员。接下来被蒙在鼓里的疯魔组即将被迫进行自以为恶心的胆量大考验啦！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来，雨柔，你喝，你喝，帮你喝了。来，为什么要我喝？今天都敢喝哎！今天都敢喝哎！哎，今天都敢喝哎！你干嘛不敢喝？对啊，重点是他没喝啊。那经纪公司不然。要不要真的喝？再不相信。好了好了，我来。来，我喝我喝我喝，这样好不好？我喝好不好？真的假的？哎，你都是你自己口水啊！什么话都不止我，还有他的奶啊！这样好了啦，我们三个喝掉，一人一口，感情不会散。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啊，连经理都喝了，有什么好怕的？陈先生，陈叔一起的，五个人血有掉了。好来，你先。那你最后一个，你敢最后，你最后。来，陈先生。看诚意，我觉得这是看诚意，有陈日神，这真是看诚意，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是攸关到你以后会不会在这节目出现变魔术。哎，他也感冒了，好，换你。快啊！快，喝了，陈日神，你先喝。你真的有喝吗？啊，真的喝了。这不算啊，他只喝到他的奶，我没有喝到你的珍珠。他喝了我的奶。他进来。哎呦！他进来了，喝了，我压轴。My God！ 好贱哦，他好贱。他说我要贱，他把他吐出来的东西，把他吐出来。真的。哦，为什么没有刚刚先喝？你喝了没？我还没有，Jenny喝完我才喝的。Jenny真的敬业，你看要给他掌声。谁敢吃珍珠了？哦，也是哈。吃下去，你喝奶就好了吧。嗯，好了，新年快乐。Bravo！ You such a Oh my goodness！真的很棒，敬业。你先，我先。我先啊，你感冒哎，我喝你感冒我就挂哎。你要把珍珠吃掉，最后一个要把珍珠吃光。哦，杰尼，你真的潇洒吗？真的是最有名的潇洒我。谁叫你？无聊。请吃下。进去拉出来的，你个贱人！没有人这样来漱口的，没有人漱口。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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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他生前最后一眼。深呼吸，深呼吸，一口气。贱人！老公，你个贱人！节目的吗？
disco disco good good disco disco good good disco disco good good good。哇，今天恐怖了。恐怖，嗯，有充满一种充满了一股肃杀的气氛。对，因为我们今天要。没有，我刚刚没跳，你们都没发现。充满了一股肃杀的气氛。因为我们今天要这个配合的这个艺人呢、啊，在我们的演艺圈来讲，有阿尼基之称啊。你确定要玩吗？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在怕的。今天呢，这个来宾他很特别，对，他算是演技派的巨星，而且得到金钟的肯定。嗯，他可以说是一个傣族出好笋，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嗯，对不对？对。啊，人只要人为什么不能再重来？对不对？根生人也有春天。喂，不是，不是，他不是根生人，他不是根生人的，是谁呀？来上节目一定有通告费，对不对？如果说通告费这种优渥的通告费以外，还有一个红包叫做十万的话，你觉得爽不爽？长这样，对。现金当然好啊，十万块，嗯，而且我们是给真的，给真的，真的都真钞，但是很难拿，哇，来，那很简单啦，十万就是十万，对，真的是十万。平常你看顺哥你都敢这样打，看到柳哥都不敢这样打，差那么多，所以我先打你，打成都打你。你看，打为什么被钱打龙哥？打龙哥，被钱打的感觉蛮好。不用不用不用，其实不用啊，这不好玩，这梗不好笑，拿钱打头的。会怕哈？会惊哈？现在呢，这个现在呢，拿的方式是得抓到他魔术的破绽。对，就这么简单。对，罗哥，我会带一段魔术给你看。在你破绽，就这样。对，来仔细看好哦，一公尺之内，真的看出来就说出来。我想带一段扑克牌的魔术，比较特别。哎，这副红色的扑克牌，嗯，看一下。扑克牌平常我们可以拿来打牌啊，或者做任何都可以。看一下每一张是。扑克牌游戏最起码它会有七八种。对，不一样的。好，但接下来我想请罗哥一只手指头伸出来借我一下好吗？随便点一张在中间，随便点一张就好。这张吗？好 ，OK。记得这一张给镜头看，但是不要给我看，请帮我拿出来。好，给大家看一下。记得了吗？啊，记完之后压在你的手上。好，然后另外一手压着，证明我不会去换到这张牌，或做什么。当然不要。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叫做心灵感应，我要来猜，是因为这里面有52张牌，罗哥选一张，所以我要感应出来这张是谁。嗯 ，OK。好，大家都有看到吗？有。都看到了。好。哎，好，我大概知道它的花色跟点数，但是我不想要直接讲出来，我想要比较有根据一点，我把它画下来。这里有一支笔，我把它画在一张牌的背面，但是我不要先不要给各位看。假鬼假怪，仔细看。哎，把它画下来，大概这个位置。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数字我已经知道了，花色的话非常的单纯，这样。在你手上对不对？在你手上好，各位观众，刚刚选的牌就是方块三，谢谢各位。方块三是吗？对呀，真的假的？哎，十万块，来，没有，等下等下等下，我等下顺序，等下我要看一下，我看一下，真的不是方块三？不是，我看一下啊，印在手上，方块五，方块五，差两点，对呀，没关系没关系，这掉就掉漆掉惨了。视觉的冲击，来喽！来喽！腰斩，发现了，瞬间，哎呦，方块，谢谢，你可以摸摸看，它的确是印在上面。哎呦！你刚才在问候谁啊？你刚才在问候啦啦啦啦！很久没看到啦了啦！罗哥，这张送给你做纪念。有没有破绽，罗哥？看到什么问题说出来，大板扣就是你的啦。我懂，我觉得蛮炫的。我懂，我觉得蛮炫的。因为他变了，变，但也可以。他这张回去还是原神啊？哪一个比较好看？不要这样，对他没礼貌，太没礼貌了，问一下就好了。
元神归位以后，就再也摸不出来，是各种的痕迹都摸不出来，我完全，怎么可能哦？佩服吧，佩服吧，真佩服，厉害啦！原以为陈医生感应牌色失误之际，竟然还可以施展赌神绝招，将牌摇成正确数字，当场让李罗大哥关心起拉尔的近况。神乎其技的魔术，还真是让人想要给他拍拍手啦！好，罗哥，没机会了吗？还有机会，还有吗？因为接下来破绽大师小钟 Magic， 各个让他看出任何破绽，一样可以带走10万块奖金。破绽大师，哪有这种头衔呢？他的魔术变没有破绽，他不变的。先来个开胃小菜嘛，因为陈日升老师也喜欢一些来开胃小菜。对呀、啊，那先来一个简单的。好，这是一张卫生纸，对不对？对。但经过我的吹了之后呢，吹一下。吹一下，你要干嘛啦？变成这样。Match， 我烂透了。你可以再烂一点。筷子，一只对不对？两只 ，Match。最厉害的，一个饼干对不对？两个饼干 ，Match。Mr. 哥哥的超瞎魔术卸下李罗心防后，下段回来真正的整人酷刑就要登场喽！挑战百分百之内玩上瘾，不想宣传喽！睡啊！哇！哎呀，怎么样跟他表妹呢？好，我不要打输了。哥哥先讲，哥。其实有一个诀窍，你要让泡泡在正中间。骗我！